剑手青，学名红网牛肝菌，破损后产生颜色变化，这是它含有毒性的标志。误食容易中毒，高温是解毒的关键。二次烹饪，先过一遍油，再次猛火持续爆炒，保证菌子彻底熟透。新鲜的剑手青口感爽脆，并伴有奇鲜，这是它虽微含毒性，却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。确实好吃，嗯，嗯，特别鲜。